世界兄弟，正所谓英雄，吉也成家立业。人生父母疼子孙，父母疼子囝。今时子孙身边，受了亲身教育，又敢受愿，甲无你后头的养成一套，注定无出息啦。也是当代出名，不敢无依记在心内。看今仔天气也袂歹，是阮要上山打哪旅行，就是会当打着恁收倒倒来，阿爹就真欢喜哦。今日出门感觉真无忙，热天又当好会看人个。来呀来呀！遐个少爷伫咧叫，来去内底听见叫，嘿嘿。好，叫我好势啦！哦，歹势啦，我嘴伤紧啦，参见少爷。哎呀，真当真咧，过来讲，讲话就袂咧动啊！少爷今日出来有代志要交代咯，哦，啥物代志？你讲，你嘛知影，少爷阮是阮父母，老苦难的时势，你来念古，要来念古，我今天天气真好，我想要上山爬啦，就你跟我做伙。